十二线刚刚约哈，车反了，好几台车连撞，这是开车的太快，他追尾巴是吧？他我倒没到挡下号，他就上来了，男的开你就抬车不上，似乎完事警察就过来了，这警察可能就在跟前了，这车可能就一男一女，我说有，伤的也没有啥大伤，那也就下一跳，那个后边，他不正往前一冲一下子，就哪都没撞着，一撞着硬地方，当时就是我就听嗡一声，咣就撞上了，我搁倒车镜看着这车飞过来就撞后边就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